有些朋友跟我说，最近天气冷了，湿化器这个水一个晚上就没有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其实啊，呼吸机这个里面呢，我经常说它是传感器跟算法结合的一个设备，有很多传感器，包括有压力传感器、温度传感器，还有热敏电阻。这里面呢，实际上它会根据环境温度来调整这个湿度的水平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大夏天你把湿度调到最大，实际上真正到了你面罩内的这个湿度不一定是最大的。但是你在冬天的话，你把湿度调大了，那个湿度是真的会很大。因为夏天的时候呢，环境传感器它会感觉到你环境的温度跟家里的湿度情况的。它呢并不是说是湿度一个劲儿的给你很大，它会根据一定的算法来调整这个面罩内的温度跟湿度的。也就是说，夏天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水啊，很多朋友就会说不一定会下去，水没有下去，确实没有下去，所以说你夏天没有必要加的特别满。但是冬天的话，因为整个环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，还有湿度也比较低的，湿度会比较高，你这个时候最好是加到最大刻度线比较好一点。包括现在有很多呼吸机还有加温管路，这个东西啊，在夏天啊，它实际上基本是不发热，甚至是不工作的。但是在冬天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会微微发热，它发热的同时它也会消耗一定的水量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，是有很多传感器跟算法在里面来控制的。湿度啊，并不是越大越好，越大湿度太大实际上也很难受的，我自己也戴过，会感觉很潮潮乎乎的，也很难受。好，冬天的时候你把水要加得满一点，夏天的时候水加得少一点，有一点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说到这里，最近国内都在降温，大家注意保暖，谢谢，我是呼吸机匠人月哥。 Hello, it's me.